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真欢迎你半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服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来讲起的，就是《路加福音书》第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这段圣经节有记两件真要紧的代志，头一项是关系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内面。有发现一个掌管负责人，这个掌管负责人阁是宋乡的掌管负责人，奉献两个钱伫现金箱的内面。另外一个故事是伫讲耶稣伫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会拆裂、会灭无，这个故事。两件故事看起来那阵是完全无同款，确实。咱若去搭比较马可福音书12章41节到44节，伫讲起即个掌管负责人的故事，到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你会看见马可伫伫编排上，甲路加有淡薄差异的所在。即个差异的所在是伫马可福音书用。这两个故事用一句话把它结连起来，这样就是说学生对圣殿里面出来。如果是在路加，这看起来是两件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如果是我个人，我真比较偏爱在马可福音书所编辑的方式。不过发生的代志，头一件是关系伫耶路撒冷圣殿内面有掌管负责人伫遐奉献的故事。这个宋乡的掌管负责人的奉献，无论是伫路加或者是伫马可，伫描写这个故事的进程，拢有提起一项，就是耶稣对面遐的经学教师、遐的经学师，因会当讲真好的道理。唔过，因的行为无好，安尼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因的教示甲因的实在行为有差异。路加、马可拢有讲一项，讲在经学教师因常常欺负掌管负责人，啊去贪掌管负责人的钱财，然后就开始描写着这件故事。咱也得看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内面，伊有藏什么？有藏奉献箱伫迄个所在。马可真古锥伫描写这个故事的时，伊是讲耶稣带学生去坐在迄个现金箱的头前，看人怎样伫奉献。我若每一遍读圣经读到这个所在，我拢家己伫想起讲。哇，这是一个真心切的代志。耶稣带学生坐在现金箱的头前，看人怎样在奉献钱，在现金箱的内面。如果今仔日若有一个牧师啊，坐在现金箱的边啊，啊看信徒安怎在奉献，我看迄个场面就真趣味。若毋是大家拢无爱奉献，就是要奉献的人，一定会将迄钱包甲真好势。拢予人看袂到，迄到底是偌济钱？我头一遍去英国啊，伫参加因一间教会礼拜时，我去发现到迄边的礼拜奉献，哦，嘛真趣味，捧出来的现金箱，甲咱的拢无共款。咱客今仔日伫台湾教会真济教会伫奉献的时，拢是客现金袋啊，所以。什么人奉献偌济拢唔知，啊，敢知影？大家人手拢伸入去袋仔内，拢唔知影安怎伫奉献。有一日有一个人啊，真误会啦吼，啊，甲另外伊一个同事讲，哦，我即马知影恁是安怎开，拢要去教会咯。伊讲是安怎？
就是安尼啦，逐礼拜日去恁拢有在抹菜，因为恁手拢会伸入去迄袋仔内面，啊摸物件出来。我即同事听者惊者啊，讲啊你昨昏去礼拜昏啊，走去当摸哦，伊讲嘿啊，我嘛对内底抽到一张出来，讲100块，哦原来恁是安尼请人去放去礼拜，哦安尼即个是差错误差真济啦吼、哦，啊有诶教会得用诶撇啦。啊来对哦啊，外国人因真够准备迄录啊，互买奉献的人拢用录啊，录啊真好势。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现金箱，但即个现金箱毋是咱一般看会到，迄是真特别。即个现金箱藏伫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内面，属伫迄个女人伊啊，妇人人伫聚集的所在，或者是讲妇人人会使三甲聚集的所在。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分做几个部分，头一个部分是上外围，即个上外围叫做外邦人院，搁再入去叫做妇人人院，搁再入去叫做。大伯人院，搁再入去是祭司才会使去的所在。伫妇人人院的所在有藏13卡的奉献箱，这13卡其中的12卡是每伫代表每一个支派。咱在以色列民族拢总有12个支派，所以每一个支派有一卡现金箱伫迄个所在。另外有一卡现金箱。是属于祭司的部分在用的，每一卡现金箱拢真清楚会注明，这是为着什么路用来奉献，为着什么路用来奉献。我头先有讲，因为每一卡现金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每一个民，每一个支派。啊，以色列民族有12个支派。所以每一个支派家己去做迄卡奉献箱，起来放伫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。因为每一卡现金箱代表每一个民族，所以这个现金箱伫雕刻、伫制作的过程，大家就会真用心，特别因为伫代表因的支派的特色，以及因双手的技巧。安尼，这现金箱，无论是伫外面的装它，伫制作的过程，拢是伫表明因上关多的艺术，甲因对上帝人物的感恩。古早的现金箱，为着伫代表一个民族、一个支派时，因伫做用迄个上水的铜做材料，啊，做甲真水，啊，佮较早的钱。无亲像咱今仔日即种诶钱，有纸票啦，啊是讲有支票啊用写。古早无，古早诶钱，若毋是铜，就是银，吼、哦，用铜、用银，甚至有诶时代用铁啊。啊，你会当看出讲，无论是铜诶、银诶，搁较近代用搁较贵重诶是金诶，即种诶钱。拢是属伫金属，啊！当即个金属的钱，那落入现金箱的时阵，因为现金箱嘛是用铜来做的一卡箱啊，安尼落入去就会出声，迄、那个声音真好听，用迄铜小讲讲出来声音真特别。即个支派伫设计即个现金箱伫做的时，因就会将这个钱要落入伊个嘴口，做甲亲像迄个喇叭讲一样，安尼卷几啊轮，安尼一直卷，啊则卷入伊个卡箱啊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会当达想象即种个钱要安怎落？你对嘴腔达落落时，这个银角啊一直走，一直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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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落到箱啊内，捧一个落去，进前，因为伊带得走来走去。到尾，讲伫啊弄来弄去的时，就会出声，因为讲的粗甲幼出来声音无同款。这就是耶稣甲一般的人同款，含伊的学生会做阵去伫现金箱的边啊，伫看人奉献，
其实迄毋是在看，迄是在什么？在听。什么人落偌济钱？迄个钱是大圆的，或者是小圆的钱，声音得较轻，较大的钱声音较重，啊，较重弄落声音出来，声音就较大声。较轻的钱落落伫真幼，声音真细，回声就较少。嘛，因为是安尼，耶稣就会当知影这个富人人落偌济钱。这个送香的长官富人人，伊落偌济钱，其实听声音就知影。安尼，咱会当看出，普通时毋是耶稣去遐看，咱知这是耶稣最后的一礼拜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，一定是足济人拢坐伫。迄、那个奉献箱，迄间啊做库房的所在，大家底下啥物在听音乐一样。好野人提钱来，因会做一个方式是啥物？因为伊有钱，所以迄个钱是真重。甲即阵，咱即阵在炸钱，敢若炸一张信用卡啊出去。哦，你要开偌济钱？你若银行有寄钱，你拢唔免烦恼。你身躯爱炸偌济现金，唔免你炸一张。一般的人在讲讲做刷卡的金钱哦，刷卡的支票啊，你得当用信用卡买你所需要物件，甚至会当去借钱，啊、这拢无问题。古早的时阵无纸票，是干啦有金属类做的钱，所以。好野人，这真重，伊袂家己搬，伊就叫伊个萝卜用钢个哦，钢钱去办代志。或者是你会当看到古早个人，伊会用啥物？用驴啊，还是用牛，还是用马，啊，用载规布地，这是大好野人在做生意个过程。金属哪贵，特别是讲金个。迄、那个钱的价值当然会比银较大，银会比铜阁较大。咱看见圣经讲啥物？讲有好野人嘛去到伫迄个所在伫奉献。你会当想想，好野人要安怎伫遐奉献？伊会请萝卜替伊不钱类藏在现金箱的内面。啊，这现金箱来做甲真水，哦，啊，亲像一支600公啊，哇，安尼空空空，啊，即马坐入来到现金箱内是只叮叮咚咚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会当看出讲，即个好野人伊得交代萝卜，啊，即、这个现奉献箱你得捧几捧落去，即、这个奉献箱你得落偌济落，啊，拢总有13卡，即个萝卜。会做无用哦，即碰一碰，遐碰偌济，遐藏偌济，遐藏偌济。啊，即好野人会足欢喜安尼做，是安怎？因为遐钱要走落去的时，伫迄个讲来说来说去，弄来弄去的时，迄支讲就会出声，啊，声得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啊，逐支讲拢叮叮咚咚，你会当呾想象去听起亲像啥物？拄啊，亲像一水。一首真水的钢琴的弹声，嘛作成人的牙抽筋的讲的声。一般的人有闲得走去伫个奉献箱的库房遐，坐在边啊，啊睇咧，啊伫坐伫听听音乐，伊拢唔免目睭睇开看，伊就会当知影奉献的到底是偌济钱哦。伊会当在遐算，啊话伫在遐摇。有的人搁在来小数一下，讲头先迄个献偌济，伊讲偌济，伊讲偌济，用听声音来得确定讲到底献偌济。你嘛会当看出有一挂人伊的奉献，毋是真正要奉献，伊是变哪要奉娱乐，所以伊捧钱来。啊，有当时要捧钱进前，人搁较对了会安怎？来恁来要，我落偌济钱，累伫即个。内面的所在，咱会当安尼想想，奉献的态度，那是到这种的态度，这种的奉献实在是有够对了。
迄已经袂当算是奉献，迄是伫啥物？伫夸耀家己的财富，是为着要得到人的娱乐来伫奉献即种的钱。安尼即个态度是毋对的。但是真心说，有真侪人会安尼做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要奉娱乐，讲有献真侪钱，迄、那个讲伫出声，音乐真水。好家人常常献真侪钱的时阵，会得到伫边啊伫看奉献，啊是伫听奉献的声音，来伫啊真欢喜的人，啊伫娱乐的声音，有诶伊会听到啥物讲？哦，天顶的天使吟诗的声，嘛不过亲像伊奉献的钱伫出的声音共款。啊，这实在是真对了的代志。啊，当路加福音书或者是马可福音书，拢有写起真特别的所在，是当好亚人奉献的时阵，大家在娱乐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宋香的长官负责人。两位观众朋友爱小可注意，当圣经在写讲宋香的长官负责人的时候，那个意义是足特别。犹太人的律法真清楚规定，长官负责人若是无囡仔，伊是无法度通承受财产的。你若是长官佮有囝，安尼你会当承受，你的囡仔会当承受丈夫所留落来的财产。但是你若是无囝，你无丈夫，即种的长官负责人即时就会变做甚物？宋香的长官负责人，因为负责人袂当承受财产。我常在讲，做台湾人来读圣经，会比西洋人在读圣经佫较容易认捌，因为这圣经是属于东方社会文化的背景。所以咱做一个台湾人在读圣经，会真紧了解。你若当想象，会当了解台湾早期的社会，负责人是袂当继承财产，是干那查甫囡仔才会当继承财产。圣经的时代嘛是这种的情形，所以在描写一个宋香的长官负责人，咱就会当通了解这个宋香的长官负责人，伊所的表明的背景，就是伊无囝儿，伊连一个囝儿都无，伊袂当承受丈夫留落来的产业，安尼伊会变做啥物？伊的生活每对来挖苦，伊在做乞丐来分钱，伊才有法度通度生活落去。摩西的律法内面有真清楚记载，就是爱特别照顾。类似这种的长官负责人，咱在圣经的内面有一本册，就是用这种的背景来的描写。安尼就是罗德记，罗德这个负责人甲伊的大家拿俄米，因两人拢是失了丈夫无囝儿，因对摩押的土地转去到伫伯利恒的所在，罗德得通过什么？去人的麦园捡麦穗，倒转去厝里来维持生活的需要。伊袂当继承丈夫的财产，啊，这是伊的问题。咱会当看出，这是圣经的时代，东方的社会，犹太民族因的一个传统。这个宋香的长官负责人，安尼真清楚，就是无囝儿，所以伊。真善，圣经讲，伊奉献两个半厘，这两个半厘是钱，真小块，干那会当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已呐，定。但是这个负责人，宋香的长官负责人，伊将这两个真小块的钱，会当维持伊自己的生活需要的钱，伊拢达落在这个奉献箱的内面。刘伟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，这个长官负责人
送香的上官负责人奉献的钱比其他的好业人奉献的搁较济。这种的讲法，甲一般的人的了解是差异真大。论数字，伊个是非常少。吼，论数字，伊个送香的上官负责人不过两个半厘。合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钱，那用咱今仔日的数字来看，差不多是十块银。但十块银是伊要生活一日的需要，伊辛苦所有的钱，就是遐的钱，非常非常少。对好业人来看，迄根本就毋是钱，迄根本就毋是因所得关心的数字。但是这个送养的上官负责人。将迄个钱给落伫现金箱的内面。另外一个镜头，你嘛当想象，当遐坐伫库房内面的人，尤其是耶稣的学生，看见这个、听见这个上官负责人，或者是看见这个送香的上官负责人，将这两个半厘的钱落落现金箱的时，迄个声音是啥物？咔咔，两声真轻。那阁无注意听，根本嘛毋知伊到底有奉献啊无？因为迄个钱足轻足薄，落落袂弄出啥物声音。大家人会安怎想？爱是落偌济，一点啊二亿那点。当即个钱落落伫现金箱的内面，耶稣问遐个学生，耶稣利用迄个机会伫教遐个学生，安尼。到底是这个送香的上官负责人奉献的较济呢，还是遐好业人奉献的较济？耶稣在甲遐学生讲，是这个送香的上官负责人奉献的比其他的好业人奉献的搁较济。耶稣安尼讲的是最起码代表两个意思，头一个，伊是真正敬虔的心在奉献；第二项，伊辛苦所有的钱。拢摕出来奉献，但好业人，我头先有描写过，伊个奉献的态度可能毋是安尼，是为着要奉娱乐，所以你若要得到人个娱乐，即种个价值是真低。列位兄弟姊妹，人看做济，伫上帝目睭中可能是足小看；人看做真少个，真可能伫上帝目睭中。那是真贵重。但马克福音书和路加不同款的所在是写讲，这件代志拄啊驾驶了，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出来，随时就有一个学生问耶稣，伊在答耶稣讲什么？讲哦，先生，你看嘞，这号石，这号柱体，安尼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殿非常非常的水，起个。真澎湃，唔单真澎湃，迄、那个石头非常大块，来贴起来，起造起来。啊，耶稣听了真感慨，甲学生讲什么？讲恁在看这個，这个会倒坏去。这大间的建筑物，这呢在大地石头做基础的建筑物，耶稣竟然讲，迄会倒坏去。哦，这个趣味的所在伫倒位，人伫想的，人伫看，看迄个真大幕的，看真大型的，你会感慨讲，哦，真大，真勇，非常勇，非常哉。但上帝伫看无拄拄是安尼，人看做上伟大，伫天顶的上帝看来，真卑微，真弱小。所以耶稣当心甲这学生讲什么？路加在写讲，恁在看这连伊就会倒坏，甲无一块石头放伫一块石头的顶面。咱唔知耶稣在讲这到底是有言在讲呢，还是耶稣的看法已经在讲起人的心内的腐败，到底实情安怎？咱唔知。不过有一项是事实，主后七十年，
罗马的将军提刀带兵入去耶路撒冷城，然后冲入去圣殿，将圣殿用马石头一块一块搭拖拖落来，所以规个圣殿拆到脆糊糊，拄啊剩今仔日留一片墙啊壁而已。这片墙啊壁地，咱伫讲啊，这靠墙啊，这是主后七十年发生的代志。但是耶稣过身了后三十几年发生的一件事件，刘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安尼了解：人看作上伟大，人看作上水的建筑物，到落尾就变作安怎破碎去；人看作上济，伫上帝目睭中，可能就是上小看一点点啊，连看到嘛拢无。咱伫看这件故事，伊伫甲咱讲起一项：你若是无真正诚实的心，你若是用骄傲的心参与的奉献、参与的奉事，拢是伫上帝目睭中，拢是真卑微。但是你若真正欢喜的心、敬虔的态度，就是真小块的奉献，也真做真大的宝贝。用上帝欢喜迄种的态度甲奉献，建筑物嘛是同款。真实的心，迄、那个起造开圣殿，才是久久长长未败坏。真欢喜嘛，真多谢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。愿上帝赐恩赐福，甲你以及你的家庭，三甲地带再会平安。带领你前途。